是希望大家呢，就是开开心心的出门，开开心心的回家。然后铁花村除了周一周二公休呢，周三到周日都是音乐线演出。那周三呢，其实就是铁花村的一周的开始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选定一周开始的第一天呢，就让大家来感受一下铁花村的舞台。所以呢，今天你没有报到名，那你下礼拜、下下个礼拜、未来的周三呢，都欢迎你可以来报名铁花村的唱作剧家。那我们其实会从周三呢，会可能找到一个非常厉害、很好听的呢，我们就会邀请他到铁花村的正式的演出，可能周四、周五，甚至到售票场次也可能都有。所以真的要鼓励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铁花村的舞台。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叫喇哇。那我今天要带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原唱叫佳佳，那有一个女子团体呢叫 Girls 女生唱了这首歌，那团员呢也都在台下还有在工作之类的。好，就希望大家就是开心过每一天，然后后面有一个转音呢，就等一下可以大家跟我们一起尝试。如果你会转音，你就可以大声一点这样。不会弹指吗？有没有会弹指？
家，那我们今天的唱作俱佳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那请离开座位之前，将桌上的空杯空瓶帮我们带到侧边的吧台，手边有垃圾就帮我们带到洗手间前方的分类垃圾桶。那在这边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到来。那明天呢，明天是佳琪还有饶地华的演出，周四到周日都还有演出，再欢迎大家回来铁花村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高姐，高姐，来阿姨。